真想故意。你老闭了。好，我知影，我知。我洗手一下啦吼，啊，你若要食啥，甲我讲。哦，该有的拢有啊，啊。这组虾是南美上甜的白，唔是我咧好笑。你会当去问做水产的吼，甲伊讲这个阿伯就好啊，你其实阿伯有看就好。我来咧做水产，你甲问这个阿伯，南美上甜的，规下拢无乌头就说啊，来家己看，水的哦，金丝丝啊拢无乌头，你看哦，这种红卡的哦。这食到会切甜啊！爱食我来讲，唔免一千啊，唔免八百，先加钱六百我了。来，你100块稍微食白虾六百块，有人要食白虾无？白虾600，有人要食？你甲我买600，人家你听我讲啊，我只要搁送你啦，我一斤卖你100几块啦，你免想遐济啊。来，你100块还有要吃白虾吗？我刚刚买一个哦。有人要食白虾无？你100块。600，敢有人要食白虾？来，头前两个，我这边两个。我条筋咧。啊，敢白虾够无？来两个啊！来，反正总等我一下，然后我缀一个。来，蒜泥炒作给我。来这哦，你有牌，来这。老弟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不会。蒜泥炒作给你。三到四包。来，要吃蒜泥的人，给你耳仔开始爆开啊，剩一点点啊，尔。哇，四包一罐尔。来，阿叔你客气，来去倒了。这里白的。我是来要杀龙，好啊，到你无去，你去包我了嘛。等我一下，我是卖这蒜泥的，你蒜泥香无？这蒜泥炒作这几包干来拍的。这当然用真的用出来，尤其你甲切啊细块，搞一寡鸡蛋仁有无？啊，搞一寡含酒落去，上盖好食。规包拢卖蒜泥，正变蒜。这一斤半，这包800个斤半。这菜只一斤二啊，我这包斤半多偌济？400，400加400偌济？800。我都卖到两箱啊！你要食蒜泥，你钱一定爱加较紧。800我唔免啊，700嘛免啊，卖600嘛无够少。来，你要食蒜泥的是句话500我咯。来，上面吃蒜泥的500块，有人要吃蒜泥的无？500了。有人要吃鳕鱼的无？500块了，500块。三斤蒜泥卖你500，一斤剩1000。来，我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你。这三包装四斤的蒜泥，全部四个人加客钱，第五你卖去。四斤一斤准200，四斤买800，我卖你500，你买无啊？好钱哦！全部四个人加吃蒜泥，先加钱的500了，等下啊。我平价新片哦，最好几千哦，我去几千。来个人要吃无？三包没有了，35啊。我带走。不是讲50包尔，50斤尔，三包搁送阿袂去。加少钱。个人要吃蒜泥无？4斤啊，300，那无就收啊。哎，个头型个最佳条。来啊，攞下去话，再过你啦。来，多少七包？你再过你啊。300还有人要吃的吗？鳕鱼头刀肉，拢有啊，遐都有了吗？后来，安尼剩钱只剩600，我等下搁去交咯。那真的没有了，来，台式盐酥鸡、拜汁鸡块拢爱来啊！啊对了，我先干掉，来先行了，我想要买上好些，哎，啊对了，这个先拿好不好？来这500了，来500块，来，再给我500，你刚好要加一块冰。我还凑钱，我还赚钱。我还凑钱，我还钱啊，好不好？还袂凑到几百啊？今天我还赚钱哦。阿姐，我还介绍先，阿叔。哎，来者。你家己看好了无？你自己看吧。然后呢，不讲。来，给我给看。来。新产品哦。这包哦叫起司鸡肉洋葱圈，这是上新的商品。洋葱圈正常一包两洋葱圈，你还无啥物啊？我还有加起司，搁有甲你加鸡肉，我还搁是扑香啊！这一包只要超过300，我还讲，这食落你保证肚子啊规口在甲你饿了，讲你对买2包600，我还讲，我今仔日卖你的价钱，你绝对买无成啦！这厂商大卖场要换路啊，俗个话我要恁欢喜的。我介绍我，你若去外口碰到比我俗，你客人我钱掉你，一人两个人客，2包给你哦。起司洋葱圈哦，三个人加先加钱的卖500，200了，来200块，来起司洋葱圈200块，这吃着你十四个，200块了，给我加落去，阿强话你加哦，加落啊，200个人要吃无？
大哥，要想我？哎、欸，大哥，你也给想我？哎、欸，你看人妈要卖一百块试一下看卖无？一百块。来这边哦、喔，买一包哦、喔。有人要买？后背哦、喔。有人要买一百块试一下无？拢有啊哈、喔。来边我一包啊。这气势肌肉洋葱圈，真正你的耳朵跟你的大直接大哥要来啊！一百个有要来无？气势肌肉洋葱圈，这你五号买无？这真正吃。来边我一包啊。一百个有要吃无？气势肌肉洋葱圈啊，托胖的啊。拢有啊哈，都有人哈、喔，来。啊，甲你只大用一个箱啊，帮我带起来，带入铺了嘛，带应该有空位啊。这五包尔，简单些就好啊，吼，简单放，不要复杂、喔。来，萝卜糕存两个，我有买袂。来，两个人客甲我买菜头粿，存四包尔。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萝卜糕一人客两包，唔免350、150要食萝卜糕，最后两个人客150。大家好啊！最后一个150要食菜头粿。我打一招。最后这两包150要食菜头粿。菜头粿这两包150上面写，来，来叫我，叫我，来，我你这系做位好啊，来，黄宇浩，我徐改变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帮你卖。这个多好嘛，好，来，这我是妹妹，这我是妹妹，来鲍鲍鱼，鲍鱼我卖一个。你叫无？哎，你讲要食鲍鱼无？这鲍鱼退冰食起来，拢免煮，这一条鱼啊，我两条就500啊。一条鱼啊，我两条500，唔免500，唔免四百，先加钱300我。有人要食鲍鱼无？300块够，人要食鲍鱼的300，四个人客就好啦。你甲我买300，我一包豆乳鸡搁送你啊，豆乳鸡啊，来啊，300，有人要吃无？300无啊。来啊，这包豆乳，来啊，我送你两包豆乳鸡，这拢肉鸟，这拢给你啊，无啊，凊彩啊，来啊，来要吃，我来讲啊，你若客300块，我人客啊，2000我做一家卖啦，两粒鲍鱼，两包豆乳鸡。全部六个人给新给钱啊，200好，来200块了，200块了，两百块，200了，来个来咩啊，200块了，来200块，然后来这边结啊，这要上来200上面结啊，这要上来200要来不？老陆给钱好啊，来个来这结上面，我结完了，我结完了，输啊，好没？飞机王，行，来飞机王，要吃200块了，好吧？来一个啊！来飞机王，要吃200块。阿哥，鸡骨肉你收起来。来，有人要吃飞机王的无？200。我底下做的哦。你若要买200，这拢送你啊！200块搭你啦，先给钱，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凊彩啊，再过你啊，再过来啊，两百。三百就。来啊！够人要吃飞机饭嘞，无200块啦。好，飞机饭够无？拢无啊！够人要吃飞机饭嘞无？来，恁无买100块试吃看吗？100块无啊？有人要买100块试吃无？没有了，100块花枝丸。来，要吃。最后一个100块，谁要吃？没有。叫我啊！最后谁要我啊？拢无啦，拢无啦。你讲完干嘛就退去？在哪？在哪？在这儿去。啊！台上面迄种无啊，电话啊，都帮我开始揭发。好，开始搞我拢上背，拢我写袂啊。热狗上面什么蛋，百几号你拢睇下个。果粉、辣鸡腿上面拢来，我去。啊，来阿叔来，有人要食这个？185的板腱安格斯黑牛，有人要吃来无？这一台西餐厅65啦，这两台都清沙啦，他做清沙加清沙换的。两清沙。来要吃好的牛排，你听我讲，这特别了才水啊！我来讲啊，这吃了，让你学到家己会赚钱啦，唔免让你开2000啦，新客钱1000啦，有人要吃无？100安格斯板腱黑牛1000，你好想你个看起来水无？1000有人要来无？我再搁送你啊，再搁你啊，再搁来啊，再搁来啊！这360啦，2000你都买袂得啦，来新客钱我来讲啊，我真接无啊，再搁请你啦。4包啦，安格斯啊，185的，3包啊，四个人客啦，1000块上面吃1000块，有人要吃100的安格斯板腱黑牛无？1000块了，1000块，1000块够人要吃1000块了，来，倒收，来，这卖个地哦，这地旁边搁一路啊，来个来边啊，上面，来个收货，让我休息了，收。过来，你买啥？白枪啊！白枪啊！白枪啊！给个。白枪啊！给个。哎，你搞什么？吃鸡块哦？
这鸡块含肉率80%哦，这等于用蒸的钱了啊。这一包鸡肉鸡啊，我2包5包。内面食鸡块，人家唔免500，免400、300，上面写含肉率80%的鸡块300块。今日我买300的，这食到你囡仔的肉啊，都加一包哩，300上面写鸡块。有人要食鸡块无？含肉率80%的300上面写300，拢有啊哈。我来讲，我招两个人家搞我买了，今日还无人，我搁加一包哩，来300上面写鸡块。有人要食鸡块无？含肉率80%的300块，行，来。看人要买2包150试食看卖无？150。啊，卖箱我先卖好啊，卖人家咩啊？最好听收。来，卖箱上面只有300了。来，你讲话先来，分的人家袂记呀。来，卖箱上面只，等下画过一头啊。来，超前者啊！来，卖箱上面只300块了。这白箱有水无？你来讲，睇下来，敢无我拍拍啦。这台号这免台啊，对啦，这乃社会而已。这种台号这免台啊，这很少少少用钱来甲吹好啦。我先买好，先我先减袂落。来白箱上面只300了。我甲买啊，我先好。有人要食白箱的无？300块只好了，300块。300到人要食白仓的300。来，我恁讲哦，来。我讲你白箱是咪最后一箱？最后一箱了。啊，你也记得收啦，24、27个人加搁一个台，8个，唔免500块，400嘛，要来300了。来，300就收一个啊。我这个送你啊，凊彩啊啦，来啊。